阿哥，你看我这里有好东西。哦，哎呦，这个团鱼好多。嗨呀，你看这个团鱼好大哈，这是我的手哈，看比的哈。我的天哪，阿哥，你看这咋不动呢？是在吃球喽。刚刚买的是老子喝的哒，这才二十多分钟，看旧的会不？要旧的喝嘛，我说不定有叫鱼给吃。我要救不回来，就只有马上煎给你吃了。我看够呛了，阿哥烧个水，先把它出来。今天赶场碰到这个大货，今天必须把它红烧了。吃三斤的团鱼，我还是头一回见，你们见过没？开干，把皮皮先给烫一下。你手快点捞啊，这个还长好几年长这种。抠掉表面这个皮皮啊，这个可能是年纪太大了，这个皮子有点烂，小团鱼一烫皮子就破了。再去掉盖子，这个团鱼的肥油一点去处啊，非常的腥。再改下刀，满满一盆。阿刚点火，要得开干。那就下个煎鱼，下个葱姜、料酒、花椒，烧开热水，准备辅料大量的葱姜蒜，因为分量比较大哈，全部改成大火候。再准备大量的泡姜、花椒，全部切碎。改香叶桂皮，准备完成，拿出来用清水洗干净，烧油，油温六成，下一把花椒，再下葱姜蒜，打桂香，泡姜泡椒，再下个郫县豆瓣，炒出红油，炒香以后锅边淋入料酒，下到团鱼。王八之大，一锅炖不下。锅边淋入啤酒，再加点清水，加了调酱好的全部用啤酒烧。开始调味，放入胡椒、白糖、盐巴，生抽少许，再来点香醋，泡得彻底。烧开后转小火，40分钟左右。时间到哈，再放一点点鸡精调味。要得了，西哥，有点像带皮羊肉哈。好了，剩下的给我白白们端进去，最后点缀葱花一把，这样一份超大份的红烧煎鱼送给大家。就那么大个团鱼，我厚几点皮问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 ？Thank you， 玩儿的马起，来一个我亲哦，要得一个，看我这个大煎鱼哈。大王八，对吧？哎，这个其实有点像带皮的这个羊肉的感觉啊。反正我尝点尝了坨，有点鸡肉的感觉啊。哎呦，鸡肉的感觉啊，但是比鸡肉嫩，比肉香啊。这皮子还在咬我，那么你怎么去面一次？哎呦，还能硬化！哟吼，腿骨了都哈！那么来，拿得起，真的吃好了啊！嗯，这吃也不人流，怕吗？怕没有？好哟，我，哎呦，这纯面好吃，啊，胶质满满哈。这个，哦哟，哎呀，非常口感啊，哟，啊，我这两天天开始冷了哈，多穿点衣裳。三九四九嘛，冷是足够的，是三九的。那是黄叔在说的。嗯，三九四九冷是足够，头一回听说了。嗯。
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。如果喜欢我，喜欢互动，请关注我们。我是阿美，我是阿哥，我们明天见，拜了个拜。